音响产业也不能说输给人家，所以说用台湾自己。哎，他每一个喇叭后面都写“世界之光”啦，不只是台湾音响。那喇叭都很讲究，都后面都会打 “Made in Taiwan”， 很漂亮。有空应该到我们工厂去参观一下。对对对对，下礼拜天，蔡总要大家看看有没有。哦，刚好有要那个。有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生病赞美我为你煮的每道菜，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我知道那一天我老去，你一定会在我的身边，为我的坏脾气继续忍耐。岁月流逝，有你陪我感慨。岁月流逝，我等下你讲九百票嘛，九百票那百嘛，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快一杯，等一杯单品啊，你等下我讲这个感情会，哦感情的，九百多还是百几的？工资超八岁，你还蛮好厉害。你啥啥你退出退出退出。赶快用开那个永丰陶瓷等级的哈，看那个过一下嘛，永丰陶瓷哈，跟飞机上有些结构是一样的，哎有，三明治凤陶瓷的结构是很像，一定要一样，哎，弄起来，单体设计的，嘿嘿嘿嘿。关于独步全球，哎，只有他们有。
要拍戏。哎，这这厉害了，我靠！接那个用鲤鱼啦，或者泰啦，啊，梨泰不对，用三个，你看比重，三十天，硬度也不会那么硬，啊，比重也不够，这比重也不好。啊，后来是我们是最早是用先用皮金属，皮的硬度大概是在二了，啊，正是真嘛哈，皮它是金字塔，而且皮，哎，对对对对，化学元素，对 ，beryllium 哈，啊，也那个很好，啊，可是后来我们发觉说皮还有一个缺点，在硬度。我要再延伸更高，后来我们用去镀那个钻，我们用本来要用要纯钻，刚台湾，台湾那边做半导体哈，那那磨那个 IC 那个的那个那个光滑那个面就是用那个人工钻去磨的啊，啊那个人工钻大概十，硬度在十，啊结果我用那个人工钻下去先做振膜的时候，结果有做出来很好，延伸很高，缺点一个。它就是效，它比较比重比较重，它比皮要比重两倍，效率马上降三 dB， 啊，等细，刚刚可以延伸到细节就没有了。哦，哎，后来我在这想到是用那个要用皮去镀纯钻，可是，在纯钻在那个高要在高温高压里面才办法成型，结果哈，皮在500度就软了，啊，后来哎的嫩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镀纯钻。后来我们退而求其次镀裂钻，就是灰结晶钻的对吧？嗯，灰结晶钻它硬度在5到6，哎，最高到7，所以说比已经比那个皮哈，哦，硬度高很高。各位来宾哈，各位来参加这一次我们台湾音响产业的这个展示的应该有些人是专家哈。我想很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啊！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哈，蔡董事长能够把他们公司，非常，在世界深获好评的这些产品，啊，带到本馆来，啊，然后来结合我们馆这一第一季的所谓的馆藏啊，有关声音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哈，啊，我想这个是非常很感谢蔡董事长。我想今天很高兴，大家来哈，我们先请我们的主任哈来为于主任哈来为各位说几句话啊，欢迎于主任。旧主哈，我姓于，今天代表馆长哈来跟大家这边致一个意哈，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能够拨冗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那各位所在的位置我们叫做开放式典藏。那跟以我跟一般的哈不对外开放的这个典藏库有很大的差别哈。那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说一般人都可以走进来，看到典藏库里面的展品也好，或者是文物维护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好，这是跟公定式的典藏库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场地是我们在100年的时候才开始。对外推出来这样子一个设施哦，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哈，我们还推出一个新的活动哈，叫做藏品推广活动。那一般来讲的话，博物馆里面的藏品哈，除非它变成展示厅里面的一个展品，你才能够看得到它。好，那但是这么多的博物馆里面这么多的藏品，要等到何时哈才能见到面哈？就像故宫它在山里面哈，有几十万件、几百万件的这个宝物，它必须要依照每一季的特展，然后才拿出来去做展示哈。那为了要缩短藏品跟观众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设置了这样子一个开放式典藏库哦。那开放式典藏库里面会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推出一个一个系列的藏品哈。那像上个月我们推出来就是收音机这个系列的产品，那这个月呢，我们也延续哈跟声音有关的这个产品哈，所以我们就推出在今天那个，其实应该我们要2月份就要推出来的哈。那我们就各位所看到像今天的跟声音有关的，就是我们的音响，那我们今天的承办人黄副研究员哈，非常幸运哈。能够联络上亚瑟
那个音响公司的蔡董事长哦，那他非常的慷慨，能够借我们这些相关的音响设备哦，促成今天这个活动的这个能够呈现在各位观众的眼前哈、哦。其实我们科学工艺博物馆哈、哦，隐藏的东西哈、哦，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在记录台湾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哈、哦。那也许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收藏所有哈、哦、全台湾所有产业的这个产品，但是我们也会利用像这样子办一个小型特展的方式，把台湾产业上面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介绍给那个各位观众的一些成品哈、哦，能够利用这样子一个活动来推出来哈、哦。那这一次我们特别哈。哦用这样子的一个音响来介绍台湾一个非常杰出的产业哈、哦，就是亚瑟音响公司哈、哦。那这个产业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哈、哦，它获得非常多国际的肯定哦。那就是今天呈现在各位面前的这些音响都是国际得过奖的，甚至国内也有得过奖的、哦。那因为我不是音响的专家，所以我不好在这里多说，但是这我们都一直把它称为这是台湾音响界的一个台湾之光啊、哦。那我们在国内非常多的人战战兢兢，很非常努力的在各个产业上面向上力争上游哈、哦。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一个活动，能够让他们更曝光，让所有的我们国民能够更了解到说，我们大家只要努力的去做哈。哦，不管经济外在环境啊，不管社会变动啊，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可以崭露头角哈、哦，然后成为台湾之光啊。我们也希望我们博物馆能够成为国内的博物馆。